的话就会很困难。对，不管精力啊还是体力啊，各方面都消耗的差不多了，是吧？这边比赛恢复，第一分 AG 是成功拿下，1-0。A 大爷简单的高爆，将 C 和 low 一下，这反应还好，安全回来，是丢了一些血，丢了半血吧。感觉 AG 现在在气上，B 点这么冲动，直接冲一个1-1，清零到位，还能够完成刚才的啊李思南。B 点这一下应该不会打第二枪了吧？这个位置会就要崩了，看一下吧。哦，刚刚那个，哎，你看，还是打掉了，这边位置不太好。B 狗这个位置，老马过来架的话，再漏的话，其实。OK， 这边一文。二打三有机会，宠儿跟一文，剩下波密码则念旧。宠儿，看一下宠儿这个能力。好的位置很危险，好，被念旧窗，一穿口罩被打掉了，假的，哇，进来穿口一个，哎，不一定啊，不能吧，孔儿有地方就能蹭啊，是，蹭他就蹭，蹭他，哦，那这边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没机会，这边1-1，危机这边是第二局战术也是不太怂啊，中路这边稍微的扔了一些道具，对吧？看到李思丹中路看法漏了一下，直接就我们看到根本没有结合一波人，也没有说一波道具的配合，就直接一个人就带着人就拉进去了，是。他们应该是比较了解 AG 的吧，前景。哇，7-0，再次第一时间打掉了马哲，这真是来报仇的呀，这个是正品实战。我觉得双方可能今天有就是有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位置上的对决，我估计7-0也知道老马的位置，老马也知道7-0的位置，对，两人都在想着我第一时间想打掉你，但是从今天的结果来说真的是7-0大多数是打掉了老马的第一时间。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话，老马这边是要去考虑一个问题，我依旧是要保持跟你7-0正面刚，我还是去换一下枪械，换一下方式方法，对，换个点位，哎，血下，满一，血下这个还没死，长续的双杀，长续的一个双杀，三打三，这样的话怎么上来直接？十八这边是拿狙，并没有能是打掉宠儿，宠儿这边是打掉十八，二打三。左下角这边到位了，那这下一文不难，一文的双杀，2-1，可以发现前三局的话 VG 把进攻方向都是放在了这个 B 点，所以7-0，还好这边是穿掉了，应该是复活的时候穿了一下那个小窗口，对，直接打掉了一下窗口，但是抢不到的时候第一次穿掉了，长续这边心里可能是咯噔一下，手感不单单是手感好，运气也好，对，对吧？就今天是结合了各方的优势，对，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那就是怎么打怎么有了。今天对于危机来说，真的压力会很大了。灾难了有点。这得想办法控制一下7-0的这个火热的手感，否则每局开局出来掉一个人，对于进攻方来讲的话，确实太难受了。跳一下嘛，2-1，2-1啊，跳一下。我刚刚第一张地图是李思南是发挥的不错，这一张图7-0这边又站起来了，而且都是属于狙击手吧，李思南虽然是这个双修王，说了嘛，就是用小歪的话说，两个王牌之间的对决，而且第一时间王牌打掉王牌，这个士气上面士气分是有额外加成的。对，其实7-0是这样想的，他说马德马队，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你不是这个指挥吗？那我先把你打掉，你老老实实去指挥，安心指挥。哎呦，你这个有点你倒挺会说话的，给老马先找个台阶下了。可以的，看一下这一波。老马现在想帮助队伍先第一时间能看看哪里能突破一下，对，但是 AG 的防守站位，哎，对吧，哎呀呀呀，精彩了，你好啦，敢抬头吗？我就不抬了，抬了抬了，放一炮，我今天不能被抓了，这个人比较多，放一炮，绕闪个闪光再牵制一下，位置比较尴尬，对，男很鬼的比较尴尬，哎，绝技中路直接拉上来，带小哥，这边人很多的，三打四，这边危机的血量比较多，哇，丑儿，我还在听脚步，还在看缝，没有了，年轻了，就这样封面下来摔死了，果然没错，
我记得啊，就是在 CFTI 上，对，就在 CFTI 上就是念旧，还记得吗？就是那个 AK 突然一下也是在 A 包点各种爆，然后从而就说，你看我重新回到 AG 的时候，我就把这一点点，我就把这一点差距给你补回来，你看就领先了。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在这种大赛的时候，就是大家很多一些老选手啊，大家想都求稳啊，或者这样。但这种年轻人，他有些时候可能会他哇，李思达又是必点的一个前景。哎，没办法，殷欢迎。对，就老选手都求一波稳，殷欢迎或有些位置不敢去。但年轻选手有些时候他去啊，或者说去打这个位置，他可能会就上去就送。但是有些时候他做出镜的时候，就是哎刷屏。对，就怎么打都没有。你觉得就是现在 AG 如果就本来是这一方面是比较缺少的，对，但是现在补上了一个宠物之后，这方面加强之后，就有完全就是可以跟 VG 抗衡一波了。是，虽然说他们换走了一个大脑，但换回有道理的一把尖刀。小伙可以啊，这波分析感觉挺第三方挺客观的。那老选手毕竟这个想的多嘛。我们感性一点，就有些时候会想的会，牵涉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嘛。现在 AG 这边是3-1了。四打四的一个局，在不咬分的新黑这张地图上，保卫潜伏的优劣势并没有那么大，对，对吧？千万不能说被比分拉开了，真的就是等于说，就等于说双手举起来准备挨打吧。对，这边哎，一个时间差，你们应该是看到了，对，哎，这边念就是打掉了七零，还要往下降，漂亮。这波是 AG 的防守站位出现了问题。首先七零的位置就不应该在这个 A 大这个斜坡这边犹豫，对，因为你小道也是一个放，就是放出来防守的，就是放点式的一个防守。你结果你两个点你自己还站在这种两个点会夹在你夹在中间，特别尴尬。刚刚应该七零扔一个 A 大闪，直接往景家跑，然后在景家卡住个 A 大上。小道如果说飞下来，有旁边的宠物去帮忙。刚刚 A 大保卫姐这个情况不好说。阿达，18漂亮！哎，刚想说这一波18那个伊文跟绝技这一波残局其实是有机会的。对。但是还好18在火神后这边第一时间就拿掉。3-2。咬住比分，这场比赛就会好看了。哇，这边可以看到，在刚才被七零穿掉一枪以后，都已经开始贴墙跳了，有点过这个点的时候有点怂，对，真的特别怕这个。毕竟七零运气有点好，神来一枪，一条命就这么没了。哎，我相信很多玩家打比赛的时候，有些时候刚出生也没事会去小庄口给来一枪。对，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有过这种枪带走人的这种经历的吧？对，当时心里就想，穿一下嘛，完了下带走。其实我不是随便穿一下。哎，这个时间点，这个点，心里有这个位置。AG 的一个站点还是比较属于一个慢打，节奏要稍微放慢一点。对。哇！念旧打掉了七零。我这个并没有说念旧有多狠，就只能说七零背吧，有点背。对。刚想说小刀口这边拉出来看一眼，念旧一直在打这个提前枪，那没招。是。这个真的是没招。对，所以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就是在VG突破 A 小道的时候，就是念旧的一个双杀。所以你看这边宠儿发挥了以后，念旧说：“那我不管，我必须要打出来。”我也是这边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希望。看一下这波宠儿跟伊文。哦，也刚好宠儿也在来了。伊文一换一，能换到吗？一换一就可以。2-3，你能打。李思丹跟绝技，看这边能不能先卡掉一个人。哎，剩下两个都非常鬼的人。对，先没敢打，守到这边没敢第一时间上。加蜂蜜长续念旧三人，这一波3-2的残局会怎么去选择 ？AG 这边也是很稳，并不着急。双方都不着急。是蜂蜜刚刚的就是正常一下，所以感觉应该是要反击。看这个状态是要拉出去的。来打，蜂蜜直接打掉了李思南，然后绝技居然枪里水。这一枪开的时间有点长。是说李思南这边水下这边屁股这边第一时间是被打掉了。我水下这一时间没死，绝技这个一换一换的已经够了。就可以完全让就是李思南来打这个一个一打一。对。现在 VG 3-3就分屏了。哎呦，看这个画面，看谁像抢，没炸到，那也是炸在这个箱子的这个隔边啊。对，都炸在这个脚下，如果是直接是脚踩高爆的话，应该半血至少。那位置，
站得很高啊。这边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就是常见的，这是 A 大的防守，连我这种解说现在都是特别知道，他 A 大特别喜欢站那个高点去瞄。对。哎，这个地图上看似乎是看到了马队，但他应该有点远。没有在那个近点，是，还是想来清一波吧。哇！包围，这真的是包围圈，进来就钻进来了，来了。哎呀，给你画个圈，你就往里钻啊！这是，看一下这一波 AG 能来一波漂亮的刷屏。我在 B 方画个圆圈，等你来成为这个点。到底是守株待兔，对吧？到底是你在守，还是别人得利？这一波，看怎么进。会不会进吧？现在一分钟，哎，应该是肯定进，都来了。这一下靠。但是解释一下啊，选手的隔音房效果比较好，导播确认可以让我们说一说点位。是啊。而且我们比较淡定。这边李思南选择直接打掉了马哲，两个还敢进吗？二和二，哎，不是有三个吗？三万三，三万三，这一波真的是。但 VG 这边还是很亏的，对。哦，七零站出来了，那蜂蜜虽然带着雷包，还有最后三十秒。应该要过，应该是过掉的。看一下，过了，过了。那这下安包局看到吗？看一下。哎，不安包贼进来找，但七零意识也很不错。可以看到七零这个手枪的杀伤力。对，给了蜂蜜一枪。哎呀，楚儿这边闭门卡的非常的死，不可能给你机会出来打掉七零的。4-3 ，AG 这边再次领先一分。刚刚七零是手枪，真的抠掉了蜂蜜80血量，应该是。BOP 威力很大的。对。是啦。啊，考验手速的枪一样，是吧？A 大第二时间的一个反清，回去这边并没有选择第一枪抢 A 大，我来扔了个道具。清理一下水下。收点还是很仔细，但是看一下，个人感觉今天就是整体上面危机有一点被压制的，从在的这个节奏来说，因为从 S 八到现在嘛 ，FGI 是能感受到危机跟 AG 打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危机整体上的压迫感还蛮强的。对。但今天的感觉真的 AG 是这次人员的调整，我不能说今天他这个气势，或者说不管他就是最后的结果是赢还是输，但至少今天的 AG。能回到那个让我们以前就是那 A G 王朝的那些，对，看一下，哇，这球太棒了，真的真是，哎，哎呀，是受不了，你有没有看见人啊？我受不了，还有吗？哎，你在沙漠一边头上再蹭，你知道吗？这个位置真的是当成了这个，你看，马哲不服气，马队要过来蹭，你来，不来了，不来了，你来，你再来，我不把你蹭死，我跟你信，来，你来，来看一下，你看，哎呦。好吧，宠儿啊，哎，真的连红明都瞄不到的，这个我根本就没有看见马队的那个身体在哪里，就被这时候我就应该觉得宠儿一个残局打完，这时候立刻拿张纸，想学蹭珠子吗？请来 YY 什么什么什么来刷直播间什么什么，一三一四刷送皇马什么，一周教这个厨师宠儿，这个宠儿的蹭珠子确实厉害，说实话，圈子里面首屈一指。对，所以说为什么没人喜欢跟他打 TD 呢？要不就是让他出不了主道，上不了边桥，别让他看见柱子。真的是，哎，这些年轻人玩游戏真的跟我们这种8年过来的这种老选手真的不一样，不知道他们玩的是什么，真的绝望。李思南，哎呦，哇，打了18-7，哎，打到马哲，关键重点 ，B 一跟中路踏板，七零跟李思南一起拉出来，直接倒了俩。但是一文又打掉了蜂蜜，哇！七零在那球爆头的情况下反杀，他还要走长线，哇！气势上来了，哎，李思南又飘长线，这个双狙啊，双狙每个狙击伤了两个，啊！你看一文这边暴躁了，这边七零跟李思南的双狙已经起到非常的好的效果，而且现在就是 AG 非常敢打。你看中路 B 这种位置，两个狙就敢这么拉出来跟你打，对，而且效果特别的好。上半场6-3的比分，个人感觉危机有点走远了。AG 今天这场复仇战，感觉我们可以从选手的那种坚定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今天是势在必得。对，最主要是现在这个镜头给到宠儿以后，我就感觉为什么刚才会在中路爆发这一波，因为宠儿在 A 大这个深处的这个柱子实在撑得太
所以他就说真的连红名都到不到的，对，宠儿在那一站以后确实不太敢往对对方进攻，所以说那我们就来中路再寻求一下突破点，没知道被双狙又给夹住。好，这边一大波厮杀了，哇，还在拼，还不打三退，还在拼，血量啊！先把这个手雷扔完，完完完！哇哇，这一波 A 大结束了第一局。这边 A 大在火拼的时候，小道这边麒麟已经蹭到了 A 那个 A 平台了，是直接打掉了一个 A 大的 P。哇 ，A G 今天中国区 CFS 资格赛。真的要教育一下危机的，真的要教育一下。虽然今天这个没有说一个冠亚不分嘛，但是确实两个强队之间那个对决还是可以勾起我们很多玩家的回忆，一些联想的。但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很多关注气氛、关注 AG 的一些玩家粉丝已经大饱眼福了。对，终于看到了 AG 的口气啊！对，哎呦，这波中路出的完全是吸引住了马哲要回防 A 狗的这个。火力啊，对 A 大这边直接上了，刚刚看一下这波宠儿一打二的局，看来宠儿这个位置其实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 WC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就是上到 A 小道，因为两个地方都有柱子给他撑。对，看一下我最后应该是老马的，好，他站在了柱子这里，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家，这是他的家，就看对，就看能不能蹭掉马车了，看一下破掉他的神话吗？没关系，我们长廊里的柱子很多。看一下虫儿怎么选，随便蹭，还要来，还要来，还要来，还想找柱子，就你把虫儿放到大马路上他没有安全感，对，给他前面放两根柱子他就觉得特别有自信，像他的家是吗？是看一下，哎，我想宠儿感觉这一波这个柱子可能不太能找到我，对，能不能找到小刀那个柱子，哇，哎呦，直接秒掉了念旧，正面的对决打掉了念旧，宠儿在卡视角，这波到底是找 A 大长廊的柱子还是找小刀的柱子，哎，来了，看一下，九，8-3，宠儿这一波1v2残局危机崩盘了。这样的残局，念旧一个人在中路，老马一个人在 A 大平台，对，这样的残局这么打，补枪呢？感觉两个人应该抱团的，看一下 A 大这边要不要直接用 A 大一波火拼，但是这样的话，在一换一之后看一下麒麟一门，走不了了 ，A 大还有，还不打算退，还要继续刚，哦，这边光灭，哎呀，麒麟连神不绝，高爆是没扔好，这林哥，好好的，嗯。李斯丹这边有机会呢，哎呀，这波我很想知道，我是没看到麒麟这边是在小道想炸平台吗？还是在 A 大这边炸？麒麟是在 A 大的躲子后面，啊、然后想炸一下那个草，那个应该是草垛的那个地方。是这么紧张的比赛，林哥你还给我们来这一出，不好吧？就是队友都在厮杀嘛，他应该是一个狙击手，冷静一下，然后扔了一个高爆。麒麟就说，其实我也想参与进来，我也想找到自己的这个击杀术，所以说他。一激动把自己给炸，他应该是觉得可能残血了，高爆可能能带走两个，结果是手滑了。对，其实他这是一种态度，他是要表达一种态度。守到顶前念旧，但第一时间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效果，立刻是回去。8-4，这边 AG 再拿一分就拿到整场比赛的一个赛点。哎，但是小刀似乎有一个前点，似乎是长续，我们可以看到他进有来了。念旧混烟魔鬼，哎，找到了麒麟，但是没有打掉，还要出去吗？出来补，哇，被李斯丹补掉了，可惜。这边麒麟还有一点点血量，够，感觉还能开一枪。如果在中路这边能加掉一个难度啊，这个残血就完全够了。感觉刚刚真的念旧就是运气不好，出去好多人。连危机已经打得有点不太像我们脑海里那个之前 CFGI 的那个，已经有点很凌乱了，感觉就是被打崩盘的那种感觉，就很乱。我一发穿杀了李斯南，对，秒掉了李斯南。手雷来了，看这波怎么选择四打四，但是麒麟的血量非常的残。四人 A 大一波吗？零分钟，这个动向，时间一分钟。让残血的麒麟来开路吗？危险，麒麟果然能一换一换掉一个人的话，这一波 A 大上是很有机会 的，就看麒麟这一枪。麒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保卫者的直接上，没位，直接是放空式防守。对，哇，小道捏长续这边也是被打掉，那这样的话，宠儿要进去找马哲，还是打掉？
还在找啊，三打二，哇，蜂蜜的小爆发了，哎哎，哦，我用蚊子给他们一分。这边 AG 已经是拿到整场比赛的一个赛点，是的，如果这一分被 AG 拿到， AG 就是拿到了我们中国区第一个进军我们十二月份CFS 世界总决赛的一个名额。嗯，哇，没有想到今天的比赛第二张地图会打得这么大的一个比分的悬殊，要压制。本来想着就是说你一分我一分，而且在新黑色这张地图上大家都打得还可以，五五开的那种，对吧？真的是没有想到会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我觉得如果说危机这样下去，他们第二场比赛也会很难打了。对，这边第一时间老马终于是怎么说呢，打掉了七连。对，七连这边中门刚刚想拿狙出去，胆子非常大。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来得有点晚了，对，个人感觉来得有点晚了。这边 AG 已经整个队伍整个所有队员的气势已经是上来了。今天确实七连李思南、伊文、宠儿、绝技每个人都有发挥，这样的一支 AG 才是就是我们一年多前那个就是一直统治我们 AG 王朝的那个对吧，那个霸主地位，全明星战队，这是真的有一点感觉他们回来了，是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感觉，该有队员爆发有队员爆发，该有整体的那种压迫感也有整体的压迫感，对，该信你信你，该线下有嘲讽的时候这也是回答。哎，这中路在这里死掉的，这边李思南要报仇，把马德逼退了以后，哇，李思南过来找，闪避门了，现在要走，要走一打三太难了。这要是看一下，一打三就没有话讲。神一样的男人，神一样的男人，在港口上有两次一 v 三的男人，哎，这还是马队终结。九比五，这边危机艰难的扳回一个赛点，是看一下还有四个赛点。会有奇迹发生吗？很难，有点难，是吧？虽然理论上存在这么一点点的可能性，但是真的太难了，因为对手是 AG 啊。不是说在跟别的队伍打，我记得很清楚，在四进二的比赛当中，VG是在沙丘是3-8还是4-8，3-8落后，一直把比分打成了9-9，3-8还是3-9，打成了一个9-9，然后加时赛5-0战胜了新九，新九沙丘那一张印象很深刻，韧性还是非常强的，是。但是你现在面对的是 AG， 而且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 AG。AG 会给你机会吗？基本上不能说基本上，肯定是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翻盘的机会的。对，我们攻守互换之后 AG 的就是第一时间的游戏一打得比较快嘛，就可以知道 AG 是一口喘息的机会都不想给 VG 这边。9-5，那还是在不断的转点，看到三个人是到了一点这一块，然后一文和麒麟，但是这两人好有这两个老队友的一个，就是应该是 A 单的一波阳光吧，我个人感觉。小道直接拉了出来，完了，念旧，哎呀，这个是到了吗？看一下这边，这边，哦，这边蜂蜜是，哇，念旧来晚了，不需要屁股来扫，对，正面直接全部打掉了。正面，而且关键重点是 A 大的直接跟。七连跟一文也是直接被老马他们打掉，挣扎出来这一波就是阳光的这个一9-6又追上了一，还有三个三点 ，AG 要稍微的冷静一下吧，不会发生你刚刚说的那个，我觉得这波 AG 要稍微冷静一下，现在你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对，不用过多的去过于着急的去想拿下这场比赛，你越着急，你就这样就是等于说给强队越大的机会。我觉得还是稍微的就是按照自己训练好讲很好的一些东西来打。哇，这个高爆听到这边应该是炸脸了，炸了，好像三个人都已经血量被炸残了。看这一看一下保卫者现在要回防了，对，蜂蜜是打掉了绝技，那这一把在血量上有巨大的优势，漂亮，老马打掉了麒麟，3-4，哎，哇，2-4，压丑儿一文，哇，马哲漂亮，马哲的9-7，又追回一个赛点。这个橘子，我总感觉威姐现在状态有点像之前的汉宫，总是打的就非常艰险。还有两个赛点 ，AG 优势还很大。现在就看现在，我不知道这支队伍 AG 的核心领袖大哥说话是谁，我是现在真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咱蛇哥还是谁。现在就是说冷静，这是谁？哇，麒麟。
一个一万一，那正好把一点打开那个缺口。这波七零是什么意思？刚刚上一局，上上局这波就是换机枪直接中路出去，是想打一个出去不意吗？应该是这么一个想法。说到一个一换一呢，也还说还好，而且作为潜伏者 ，AG 这边特别喜欢出中路。对。这边我们看一下念旧这边的位置，叫拼吧，是叫拼，大四个区。可能七零刚才也是想出去完成一个一锤定音，因为现在对 AG 来讲，想第一时间中路去打一个，没有人管中路了。中路这边有两个背身，哎呀，然后大喊一声，中路空了 ，A 点空了，上来，宠儿你有不？再补一个。哎，看这局子应该是没有，要四四波 A 大的进攻，是这样的防守 A 大上的话。打一个回防吗？应该是保卫这边。老马应该是在中路架着 A 大吗？还是在 A 狗？老马的位置应该是，感觉现在有个孩子在哭，在吹口哨吧，应该是。看一看，一颗闪光，哎，马队第一时间应该是被封住视野，啊、直接被金秒掉了，一换一，尝试，哦，宠儿，又剩下宠儿，应该是已经超后了吧？完成了一个双杀，那看一下这边打掉封面才有机会。宠儿一直在拖，宠儿这个时候没有找到柱子，他是否会迷失方向？哦，9-8，连追三分啊！危机的这个韧性啊，真是这一分，嗯，真的，要不是一脚，危机就是把他拉上来，要不一脚直接掉下地狱。这个这种局势，如果说危机扳不回比分的话，士气上会就心态上会受很大的影响，因为已经看到了希望。对，但是 AG。你今天是很有机会2-0带走危机的。如果说你要把比赛强行往后面推的话，那就不说不准，真的是会让危机去起这个势的。是，而且危机本身也是比较慢热的一支队。对，他也就是说你在不断的这种交火当中，你会慢慢的让他的所有的队员把自己的状态重新调整到最好，然后再跟你来打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把自己把胜利送给了他。对，而且危机确实是比较擅长去打这样的一个局的。是的，如果你给他机会，你不给他机会，那直接输了。你既然现在已经给到他这样的机会了，啊，这一分特别的关键。我们看一下 AG 的一个进攻的动向。对，麒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之后啊，看看在跟马哲的这种对决中，这一分一度站到了上风，这一分很关键。对，看一下这一下很关键。AG 谁能站出来？还是来吧，看一下这边保卫者的站位。守站位，八个。小心闪光。嗯，一颗闪光还好，避退一下，但是18分对一下这边有位置。看这波，对，不知道怎么想，那边也是，但是 A 大那边是有一个队员在防守的。这波要让麒麟来开路吗？我麒麟开路18这个位置，感觉这一把要上可能有点困难，因为封面已经完成了13个击杀，他的手感应该是很热，飞身在对抗一换一，直接秒掉他。A 狗是，哇，宠儿要直接下来找4-3，4-2，似乎要追平，有机会吗？4-1，这下来了，麒麟。上半场6-3，下半场3-6。我的天哪，这边是9-4啊，这边是一个9-4，打成了一个9-9 ，AG 是打成了打了一波5-0。对，看来我只能想看完这场比赛，第二张图地图这一把，就是前面这18回合的较量，我只能感觉就是说，危机是一支打不死的队伍。对，你给他这样的机会，他真的是抓住了。本来台面上的就是解说效果，对吧？所以说，没想到他真的抓住了。这样我觉得是赶紧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机会 ，AG 要赶紧的调整一下。毕竟9-4的一个局面，5个赛点被危机扳回来，我觉得现在 AG 队员的心态可能会有一点小的波动。我觉得这时候，因为确实不知道他们现在 AG 谁说话，是谁来带这个，AG 他们应该是现在没有指挥。就大家一起说话。对，问过一名选手。而且我们加时赛应该是5局的嘛，然后不换面，根据第一场上半回合的一个面来战。那么保卫者这边就是 AG， 潜伏者是 VG 的话，那上半场保卫者 AG 是以6-3的比分战胜 VG， 说明AG 担任保卫者这边还是可以的。对，所以说这个加时赛可能说保卫这边的就是胜率还是对优势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个加时赛也说不准，现在这个 VG 的手感正在慢慢的一点点热起来。我个人感觉就是AG 是这是第3次交手吗？这是最有机会一次，就是踩下危机这个就是垄断的这个地位的。但是对，
这一波这边我们是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加持啊，是打一个五回合，强五，对吧？是不换边的。对。这边 AG 是当一个保卫 ，VG 是当一个潜伏，这边是一个强五不换边，非常的关键。来看一下这边七连的位置，似乎是要遭遇了吗？选择退回到 A 窗口。哇，大家都好喜欢这种。应该是要等小刀动作吗？应该不太可能吧。B 点也是一个，哇，旁边箱子上面的一个 B 点双架，是这边已经压出来了。B 点是一个重点。对。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从 B 点要回帮的时候选择走中连接的话，很有可能在 A 点完成球了一个球啊。对，遇上我们的危机。还要再等待。还在思考，感觉是自己上。又发生了，就是上，哎呦。那这样的话，如果进攻 A 点的 B 点的回防可能会有些慢。这个应该是躲在桥下了吧？对。能打掉李斯坦吗？看能不能拖住回防的这边。麒麟，哎，麒麟，哎呀，手枪失误。还好李斯坦这边补掉，三打四还有的打。您这边是如果第一时间能打掉十八的话，对吧？还是有机会的。血量最好的一门以后是要面对人生中的一道坎，这次很尴尬。再强。又打到了李思南，哦，哎呦，这个背身，没机会，没机会，这一波残局，没机会，漂亮，马哥，哇，维京拿下加时赛的第一分，1-0。感觉保卫者七零和宠儿的站位一直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对，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对不是加时赛的时候也发现是出现的，七零不知道是往前走还是往后撤，对，特别尴尬，尴尬。就七零是想拼。然后但是队友呢又可能就没有帮他看好身后，或者是总有一边是漏洞，所以他就很难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吧。哎，哇，这边十八刚才是忍了一手，这一把是直接出来，哇，后损两个的绝技，这个中间那个突破口又是被拉开了，没换掉的，但是还好。哎，面包这边也是被麒麟打掉，反打小道，对，七零的麒麟，麒麟似乎看到了马哲的动向，选择向后退，求稳。A 大先放 ，A 大先放了。哎，强旭直接追了过来，胆子大的。大李思南反过来找到了锋利。哎，李思南手枪，哇，瞬间刷屏。又是李思南。A G 的回防打得比较到位，本来以为十八第一时间可以把中路的突破口撕开，但是大家都知道中路的一旦你打出去的，哎，这是谁被穿了一下？哇，你看即将穿了一下。对。就是中路出去之后，你是没地方躲 ，A 狗 B 狗，对吧 ？B 门、锦家这边都可以打到你，所以这个中路基本上一换一，就打掉一个之后你就跑不了了。反应上来，哇！麒麟在向后退丢东西，这个时候直接被打残，但是闯了秒掉了电就两个，双杀了以后再往下，哎，开小刀了，这干嘛呢？全部的防守的一个重心全部被 A 大的吸引了，还好还好，绝技第一先小刀过来打掉了十八，二打二的局。那这样的话，就是把危机全部卡在了 A 包点。一文，哇！但是危机似乎有想要两个人会赢抓绝技吗？但是看一文敢不敢跳开。有一文出来的话，那就是炸了。对。哇！看到吗？还一直在卡在一个。要转吗？转了。今天还有中门吗？啊，这有点大胆，但是绝技这个时候从 A 打回来，应该能够看见马哲。哇，绝技血量是残的。对，所以一门也很尴尬。来看一下到底是转的还是。哇，这个穿射，这边跳起来漏了一个小枪头。唐旭这边的枪管是被看到了，就这边下来想打的时候被看到了。一打一，一文对上马哲。对阵一文，都是两边应该是能知道。哎，马队这个很聪明，直接站在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一门要中套路。不知道看一文会不会去清，要来清，哦，精彩啦！看了经验了，侧身，漂亮！2-1，危机再次反超一分。可以看到危机这边大概已经了解了 AG 的这个站位，经常会把小道放到了，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去抢这个小道。选手的机器应该是出现了一些状况，对，稍微的等待一下，这边赶紧也是希望 AG 这边是赶紧的沟通一下这个局面。对吧？那么大优势被追回，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调整一下自己的阵型或者自己的一个打法吧？是。我感觉现在 AG 的阵型总是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小漏洞，就
中路的话可能是一个大问题，然后在 A 小道和 A 平台就是之间连接的位置上，感觉他在 A 小和 A 大以及 A 包点这三个位置的一个布防应该是出现了一点漏洞。对，而且刚刚的一个 1v1 确实 1v1 如果在 B 包点下包的话要小心 B 狗是不是来主动来占领这个位置。对，而且可以看到就是同时在 A 平台，然后但是小面对小道和 A 大同时进攻的时候，三个人似乎所有的注意力全部在 A 大，因为小道刚刚是有先漏，然后一柱是有一个我忘记是哪名保卫者是看到他了，对，但是还是被 A 大这边的火力全部吸引，还是交流和沟通上是有一点问题。我感觉在这一个暂停的时候 AT 这边也是要五个人沟通一下的，到底是哪里出了一个漏洞或者问题。今天打的一场文字的汗子，八周年现场啊，是这样的一个时候，然后我们中国最强的两支队伍 AGVG 还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我觉得真的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我们就是屏幕前的观众啊，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看值了。对，享受比赛，这怎么讲呢，就是这确实可能对于 AG 的粉来说，就是观众来说，就是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优势对吧被追回，确实有点就是有点暴躁了或者有点不舒服了，但是也有想到确实这一次在我们就是来到济南这次中国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资格赛的决赛当中， AG 能在这样的一个整体上能压制住 VG， 虽然现在的局面不太乐观，嗯，有一点，但是整体上 AG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毕竟我现在一比零领先你，对吧？对。第二张图我跟你打加时，然后我现在只是一个一比二小比分的一个落后，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劣势，对吧？反观危机这边来说，对吧？他们的心理的担子，我个人感觉会比较重，因为他们已经连续两次，对吧？国内的大赛的冠军已经拿到手，大家都对他们的夺冠欲望会更高一点，但是现在这时候，就是。建立王朝跟守王朝，就是真的是守王朝会比较难，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担心啊。去打江山，打江山会比较容易，真的就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所有队员的那种渴望，所有就是选手的那种打鸡血的那种状态，是就特别好的。但是一次两次，慢慢的就是守江山，就是你慢慢的就可能会有一些疲惫，或者有一些就是感觉哎已经。经常会这样，但是现在对于 AG 来说，他们是非常渴望去推翻 AG 现在所建立起来的一些东西。对。但反观就 VG 这边，就是我感觉个人就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压制，我觉得就会不会多多少少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原因。是。那比分二比一 ，VG 暂时领先一分，五回合，这边是打满五回合，不换边。嗯。这场加时赛。可以看到这个潜伏者的一个位置。感觉真的是有点摸透了 AG 这边的一个战术，可能有点紧张。是，麒麟的这个我发现你有点小问题。有些时候真的他不在地图雷达上那个点的时候，有些时候你看到就特别紧张，感觉好像枪口上又有人要出来了。枪口上有人。我以前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紧张，后来就是视角不给到我，跟我没关系，我只能说给到视角的这个地方。对，老司机。不动如山，哎呦，因为有人哎，看看三二一要出来了，结果原来在地图深处那边走了一下，还是要真正给画面的时候。哎、对，这波看一下危机的选择，还是比较稳吧。现在啊，在危机的这个防守阵型，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上面去放上了，是做一些动作，到扔一些道具。然后这边想你啊，来、哎、看一下李斯，漂亮，李斯兰打掉念旧，王子贤，那这样有机会打第二个，跑掉，哇，我直接出来追掉球啊，追出来打掉球，这啥意思？我要回防的时候想当然了，包点绝技还没死，这什么意思？全打出去了，李斯兰，哎，漂亮，李斯兰，经验，这就是经验。哎呀，可惜，但是这一局我觉得李斯兰已经做得特别的好了。对。但是只是可能说回防的队员有一点大意了。对。没有想到长旭会带着队友直接从闭门杀了出去。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把 AG 的防守阵型还是就是说被 AG 之前被补对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人在 A 点，所以说当你面临自己做出选择以后，偏这个 A 点的一个防守。啊。他们想着 B 点就是后排放一个李斯兰炮嘛，第一时间能打一个，然后再拖一下时间，我第一时间支援过来。然后我就重防 A 点，
其实他们这套理念是没有错。如果刚刚就第一时间回防的话，并没有被就是长距没有从闭门直接杀出来，然后或者说这边后点没有被打死，刚刚所回防是有的打的。李斯丹在包点还能撑一下，说不定刚刚其实李斯丹是一个一换二嘛。是，说这个 AG 的战术是没有这个问题，只是确实 VG 这边这刚刚这个残局上的一个处理啊，打出去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非常果断和大胆。而且感觉就是 AG 的队员回防的时候有点想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宠儿还是切着手雷往，他是没有想到会追出来的。对。换谁都不想，对，因为打野战的啊，感觉就是潮汐这个是潮汐，这确实太大的了，逆向什么意思，直接冲出来就是要把 B 点打烂啊。看一看，哇，走压力很大，宠儿压力很大，宠儿跟谁，哇，宠儿直接打掉一个，打掉一个雷包，似乎是被打掉了，对，第一个是哎中路偷的18也被打掉，长距打掉宠儿，三打四，哎，被打掉，三打三，三打三，但是我们看到两米，这已经超过去了，是包匪，但是包匪，包匪还没过，还在犹豫，这个就是不安包不着急嘛，嗯，非常的关键，哇，漂亮，麒麟这时候站出来了吗？一换一，屁股来了。屁股，哎呀，一换一，打一，哇，梁长旭，哇，蜂蜜忍不住了，这是我们认识的冷面枪王吗？他现在已经变身了，他现在是热情的沙漠。其实我觉得刚刚这波长旭如果不技能不打马哲那个侧身，再走到近点处，这波的把马哲能打掉，哇，危机熊猫 TV 赢得了一波8-1的。哇，打出了一个8-1的高潮，哎，是，彻底，而且是达到赛点。有 AG， 会不会跟危机一样，能跟我们所有的 CF 的观众展示一波奇迹呢？哇，那这一场比赛真的要写入史册。咱不说谁输谁赢嘛，比分追到4-4，好吧？对，追到4-4，然后最后一分谁赢谁输，我们看天吧。什么也别讲了。嗯。啊，真的，这一场比赛真的是一波多少折？无数折。有想过？紧张吗？他不在这。没关系的。这个时候，刚刚被指点了一把，所以我觉得能看明白了。他刚不在这，不用紧张。我看了一把小地图，哎，这边麒麟打掉18。对，这边终于麒麟在第一时间，我觉得在这种打不开局面的时候，特别狙击手，就是稍微的胆子大一点，去站到一些不敢站的位置，或者去卡一些就是别人就是应该是刚过点的位置，对，而不是说第一时间交火点。麒麟这边第一时间帮助 AG 取得一个人数领先，看看这边的话，小道如果要上，似乎是防守都在下方，对，那这边应该是要进行一波破点，帮自己的队友卡一下，对，还是那个站位，一口刀包上去。哎呀，包包扔死了，没扔下来。哎，这边，哇，这么大胆，那这一下出来很有可能。锦家那边有队友看，对，两个人交叉看。哇，麒麟，这边看到马哲的队友打掉，这个举动，危机这波是打尴尬了。是，看一下，哇，这时候伊文，长旭打掉伊文，一打四，没错。哇，长旭。有三个吗？没有机会。4-2 ，AG 这边扳回一分，扳回一个赛点，还有两个赛点。你写这个剧本，嗯。白老板，你这剧本，你有当编剧的能力啊，真的。导演。啊，不是，我就是，在现场不有观众吗？带精彩一点嘛，对不对？精彩一点，这带节奏，这咋怎么真的跟这样了？9-4打到了9-9，4-2，没事没事。不敢说话了，是不是？但是我希望能验证我说的话，比分逮到4-4。对，那这样的比赛真的是好看，好像我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样的两支队伍比赛能打成这样的，好像很长时间我们的圈子里面没有这样的比赛了，对不对？9-4打成9-9呀，然后加时赛4-1领先打成4-4，是。希望能按照这个剧本走。按照剧本走吗？那看一下。哎，这时候我又在想 TF 了。哎呦，好累啊！别这样了。哎，睡着了。马哲打掉麒麟。马哲上来打掉麒麟，这波。马哲的手感渐渐回暖啊。找到要开路的瞬间就。要直接上了。那这边宠儿开枪以后就暴露了自己位置。十八
巴打到宠儿，没机会了，应该是。哎，剩下李思南，打三，李思南，哎，一文也被打掉，二打四，蛇哥能不能帮助 AG？ 漂亮，有机会，二打三，不是说没机会，绝技的位置在哪里？哎、绝技的位置，绝技，哇，有机会能够出窗口吗？看样子应该有。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也许有机会出窗口。然后这个时刻看一下蛇哥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对，还是要掌握一下时间的。一打三，蛇哥。一打三。你是一道闪电，你是一个自然现象，不要忘记你自己给自己的评价。哎、没有机会，这边还是怎么说？危机在这样强行、特别高压的情况下，扳完了、扳回了这一局大局，在比分四比九落后的情况下。哎、然后看到一个好大的横幅，哇、哦，这边是威武霸气大河马，继续前行948。厉害，这应该是一间寝室吧？真的没有想到，本来我会以为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会以一个很快的一个节奏，2-0 ，AG 会带走危机，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AG 在取得9-4五个赛点的情况下，危机能给我们展现这样的一个方法，对，是吧？关键是没有想到，在上半场6-3的一个大比分，下半场 VG 能够翻身。对，而且，好的，我们看到了第三张比赛地图开始 ，VG 扮演潜伏者 ，AG 扮演保卫者。嗯，来重新再来一遍。对，选手没有成功的全部连入到游戏。嗯，没办法，我们现场的这个气氛啊，哎，刚刚太嗨了是吗？对，第二张地图休息，真的跟小歪憋不住了。啊，和两人冲出去，是吧？可以解决一下生理的需求，结果差点被我们热情的济南观众围在那出不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吓了个半死。哎，还有2分钟，你们是什么个意思？赶紧赶紧！好不容易把你们俩从人群中掏出来，是吗？我个人感觉，我说句真的，就很发自内心的话，以前。对吧？也还有很多大赛，很多怎么样？就是现场最终的决赛，还有一些线下的活动，感觉还好。这个话我刚跟你有讲过嘛？对。但是我个人感觉，来到济南之后，就面对济南的 Saver， 感觉好像还可以哦。我感觉当时像是过来过火焰山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永远被激情所包裹着。就那种感觉，我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在2011年在打比赛那种感觉。2011年打比赛真的走到哪就哎，大家过来过来过来，哎，就好像就几年过后就稍微淡了一点。但是这一次我终于明白为什么8周年的我们的生日趴放到了济南山东体育，山东大学体育馆，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边的 Saver 割肉。